看电影能不能是睁着眼睛看的东西？睁着眼闭着眼有什么区别呢？不是你，不是我刚开始修行，对，刚开始修行有些方式呢，有些方式呢比较好一些，有些规矩啊好一点吧，就是说哎垂帘啊，闭眼啊，有时候很容易让人安静下来，因为毕竟我们睁着眼容易着执着嘛，着相嘛，看见了就跑了嘛，意念容易散乱。你怎么也行啊？当你说有正量的时候，怎么都行哦。我是怎么说？我看看而不看呢？但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看了很多人描述那，说什么定入定了入定了，一入定就是我的天哪，天花乱坠，很多好东西。但是我没有，那你睁着眼睛肯定没有，但是闭着眼睛我又怕着相，想象出来。睁着眼睛这就是相啊，闭上眼睛是乱想，想象出来的相。不是，哦。我也看你啊，闭着眼睛也去看到其他维度了，没问题，瞬间进去了，哦，也可以，那才叫禅定嘛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禅定还是因人而异。你是想象出来的，跟你说在游戏三昧之中，这是有区别的。不是，我觉得您那肯定不是想象出来，你就是瞬间空无的状态下，你就是看到的都出现了那儿，或者那时候你就随缘。还会玩去了那样，但是我你这么了解我不是我觉得是那样就是那样随缘去玩的。好，姐知道我说的好不好？那就叫定吗？那是游戏啊，知道吧？那如果着相的话，那就叫在那个维度着相，出去着相去了。那有的时候那不是着相，那就是定，那也没定住，在这个就是着相就没定。他不跟他融为一体，不就是一种境界吗？游戏嘛，是好还是不好啊？那是定。什么叫融为一体？比如说，现在很多人就是说，这个佛应该是化为虚空，虚空，是不是？虚空是什么样？就跟啥也没有，就是虚空。不是，就是融入虚空，这也是虚空，那也是虚空，所有东西就是融入，跟万法融为一体。继续修吧，我觉得只敢探讨这些没意义。说，哎，我变成一个光明，全身放光，就光明无量无边光明，或者变成一个虚空，哎，变成心无挂碍，或者变成连呼吸气中脉气呼吸也没有，哎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等等都可以。有些东西都是情下散乱，是修行的一个善境界。都可以，都是境界，但这些境界呢，都有利于我们入道，都有利于我们，就是说，达摩祖说，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外系诸缘，内心无转，心如墙壁可以入道，就是说，这散乱心和分别心的停下来，都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了悟我们的本心，空性，哎，都这些境界叫善境界，哎，并不是说这些境界是空性，是这些境界可以帮助我们，比你现在的散乱执着更容易让你入道。比如现在我们见闻觉知大千痴慢一大堆，散乱一大堆，那这种呢不容易入道，就是不容易看清佛是什么，空性是什么。但你的这些修行的这些境界也是假象，也是幻境，但这个幻境很容易入道，知道吗？心如墙壁，定也是个幻境，但定有个可以入道，知道吗？就是如不动就可以了，觉而不动。但这个觉你要知道，刚开始的觉觉而不动，说觉是因为怕你变成树木、石头、顽石啊，怕变成树木，因为觉而不动。但要你要知道，你现在这个觉还是个本我觉，虽然在第一义地上，这个我觉跟原觉没啥区别，就是说凡夫跟众生是一样的，但是在俗地上，你这个我觉是有局限性的，就像井底之蛙，你只看见一片天，你所以要打破这个我觉的局限性，就要圆通，六根圆通，根尘脱落。啊，达到这就根尘亡掉根尘了，根尘都说明你心分别才根尘在身体，要证入这个境界，所以觉而不动，从我觉一直到我觉得什么了，到最后我觉与所觉空，最后生灭灭已，然后到圆觉境界，这是一步一步要证得的啊。我觉得什么呢？还是你的定义。我觉得我变成光明了，我觉得我变成虚空了，我觉得我散乱了，我觉得我清净了，我觉得我有定力，我觉得我没有，这都是我觉得局限性，你还不在圆觉境界。但是先从这个如如不动开始，我觉得我不动了是可以的，继续啊，先从我觉得我不动了开始啊，我觉得我清净开始。
人觉难吗？圆觉，圆觉。你本来就是圆觉的，所以不难。打破我觉的局限性就是。有多容易呢？描述一下。嗯，从现在起修，如如不动，做好身心端正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简单的事大家不爱做嘛，希望大家做复杂的，先有成就感。简单不愿意做，比如去谈判做个生意了什么的，那些挺复杂的哦。没那么难。是啊，修行其实蛮简单的。修行最简单的，大家就是大道至简嘛。大家就是觉得没啥成就感，坐在那儿有啥成就的，创造价值才有成就。我在这时候你看我捏出个杯子，这俩小时也没白做啊，我坐在这儿把这个杯子创造出来，这是我们的成就感，小我的成就感嘛。我有成就，我拿出个东西，我坐了俩小时坐在那儿，然后平平乎坐在那儿，啥也不想，啥也不干，好没趣啊。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废物，是吗？别人评价你，你啥也没干啊，这俩小时就在那儿坐着还不呼吸，你是个人你不呼吸，你啥也不想，你要算个人吗？但是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他你在突破时空的局限，突破六根的局限，你在修圆通，你在从我觉进入圆觉，无所不知啊。一旦你成道了，你彻万法缘，无所不知，法力无边啊。如果你没成道，那人家说啥就说啥吧，反正你也没创造出杯子来，是吧？人家说你没用就没用嘛，用无用嘛，无用就无用，是吧？干啥？这个世界，我们自我总是需要成就感啊、价值感啊，需要有用的。如果没用，觉得自己很，怎么我会没用呢？真的很觉得自己真的很失败。但修行者追求的是无用的境界，你知道吧？坐在那儿如如不动无用，要突破时空的局限性。但是他一定要有正直见，佛的正直见在指导，否则你真的无用了，坐在那儿，真的坐在那儿白浪费生命时间。把佛的正直见慢慢的搞清楚，不是一开始就能搞清，慢慢来，慢慢一点一点，也不要责备自己，可可慢慢学，慢慢学就越来越清楚佛是什么，空性是什么，那慢慢就成就了。因为佛性是我们本有的，佛一直说我们有一个摩尼珠啊，在衣服里缝着啊，有一天你会用到它的。那我们就这辈子拿出来用用吧，不是富贵了就，那就是不管你是什么，就算你是又聋又哑，他都能模拟住，都不丢的，都在那儿的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，每个人都分着一个，所以在这儿是平等的，所以都可以拿出来用。自我的价值无用啊。如果我们真的觉得那这世界人都说修行，你坐在那坐垫上没用。无用的境界，这就是庄子也求无用的境界嘛。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是无用啊，但是无用不是说你什么也做不了，是你追求什么，你坐在那儿你在做什么，是别人看不见的，他不再求外在的东西，外在的创造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三维角度，单说创造这个杯子，我们拿这个杯子喝茶，这也是有价值，但是如果你执着了这个杯子的相，那就成为了轮回的因，有执着你就会停留在三维世界。所以你先从无运开始，完了成道以后再为这个世界创造一切，游戏毕竟空啊，创造这叫妙有，创造每一个东西出来都叫妙有，真空妙有啊，境界。老师就是那个不着相是等于无相吗？不着相就是不被尽转，在实证上，首先先不被尽转来实现你的不着相。睁开眼睛就有相。你在不是红尘中，别人骂你宠辱不惊，就是这种啊。别人骂你说好像不被这个世界的任何法相诱惑，但是这个呢，你为什么不要被尽转？你这个呢，你必须在意识层面逐渐的理解无生界，万法本无生，就说宇宙的起源啊、无生啊这些要了解。对这些了解的越透，你就越来越不被紧张，在实证上就是身心内外常保持觉照，关照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保持一个觉旁观的角度，然后看外边的一切，看内在的一切，身体的酸麻冷胀痛啊，身是觉胜啊，病啊，或者是一些，然后外界的见闻觉知到的一切，然后如如不动，保持在生活里。那些东西还是会挂住。
会挂住，就在挂住那儿修，绝而不动。已经挂住了，已经被诱惑了，就在那个被诱惑被挂住的地方修。但刚开始因为你的正量不够，肯定会有被挂住的。你说我一千件事情我都不被经转，那一千件但一千零一件它是把你转了，是吧？挂住就挂住了，在挂住那儿修，在那个地方修正自己，再修行，哎，拿起放下，哎，再去修。嗯，在路上肯定会不断的这样碰撞摩擦，拿起放下，不断的折腾，嗯，肯定会有的，嗯。但是应该刚开始也尽量在坐垫上去修，因为坐垫上闭上眼，毕竟看不见摸不到了嘛，很多就等于屏蔽了嘛，等于在坐垫上闭关了，直接离情去在坐垫上暂时三小时离情去瘀了，等于直接处理了嘛，处理世界了嘛，因为就是世界不打扰你了嘛。身体上还有，嗯，还会有自己的自觉。那就，但毕竟少了嘛，只剩下你自己的觉受了嘛，就别人不打扰你嘛。所以有一个休息禅定，最少在家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是你自己静坐的，哎，有一个小空间隔一下，或者我爱坐在那儿修一下，哎，暂时的等于处理嘛，都红尘公共红尘中间清静的坐在那儿，不想吵。但是还是有声响这些，嗯，有声响。不影响声响啊，声音啊，那就修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，就修耳根圆通嘛。声响来了修耳根，甚至你坐在那儿，有人在外边骂你，你就修耳根圆通吗？是吧？修行人就是随便随意在任何地方启用法门来修行的啊、哦。刚开始，嗯，那时候念头特别多，那时候感觉挺好的，嗯，知道念头很多，可以降服它，慢慢没了，哦、没了都不知道降服啥了。对呀、啊，安住在那无形，安住在清净的境界，不知道想，就是刚开始出众的欲望、出众的习气多的时候，大家觉得，你看我还有降伏的对象，我没欲望了，我没习气了，啊、我的杂念也少了，好像还出众。但到后期微细的时候，都不知道降伏啥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降伏个啥？你不能歇着，是吧？好像不降伏就睡着了。这个正量就差了点，那你就，如果是说你不想啥你就昏沉的话，那你就从身体上下，就昏沉就好好多原因，就比如说饮食吃的多也是一种，那你就少吃点，啊，吃个是七分八分就行了，或者是空腹尽量的少吃。你看以前阿罗汉们修者都是中午日中一餐嘛，他这样晚上不吃饭，他也晚上就是欲望啊、身体的空洞没那么空，哎，吃保暖是淫欲，保暖就空嘛，空洞嘛，那就他就容易静坐嘛，哎，就是少吃点，吃的清淡清净一点，哎，就是有时候有些饭菜啊，它肉食啊什么那些浊气，它就容易昏昏沉沉的，还有一些比如葱酒蒜啊这些也容易导致昏沉，嗯，这些就少吃点。少吃点，然后动静结合的锻炼静坐，再加上动，哎，有时候甚至空谁也会的，哎，在这个路程中，比如说有时候以前我也会啊，打坐到七八个小时或者是什么中间会空嘛，空起来走一走嘛，哎，到一个小时或者来起来转一圈走一走，做点其他的事啊，可能有半小时一小时，哎，然后连着继续做呗，也不一定连着一定要做完那么久，可以也可以擦把脸嘛，是都一样的。嗯，调节了，嗯，那时候就感觉不到自己灵敏了，嗯，开始烦恼多的时候还好点，哎，一个一个了了分明，感觉自己很灵敏，嗯，越往后感觉不到那种灵敏了，嗯，那就是好像是，我现在是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不是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察觉不到自己的烦恼了，感觉不到灵敏了嘛？一开始很灵敏的，烦恼很多，他就很灵敏，已经了。但是慢慢我就现在就是感觉那种灵敏的那种东西，没关系，学着修，你应该，你只要知道自己一直在坚持而且没修错，继续就好了。自己这种觉得你，因为到最后其实越往后修越转一个微细的一个概念，你都可能突破很多，你转一个微细就卡在那微细概念，一下子已经是天亮了，就是突破一点点，越往后越难，嗯，就是你其实转的就一点点，没什么太多出处，你都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破的东西，嗯，关键是你会感觉到自己不够灵敏，那东西不存在了，很灵敏的，好像有个东西很灵敏，然后看，嗯，
东西都不要寻找那种感觉哦。他不是寻找来的，他自己就有。有的时候你会想要保护那种感觉，让那种感觉存在着，一直存在着。但是不要保护任何感觉跟境界，你想要保护那就是错的。嗯，是吧？宇宙一切法都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，都是空性的。你总比保护那个垃圾堆嘛，你不会的是吧？那你已经在着相，你想保护光明，不想保留黑暗，但黑暗光明，有光明怎么能没有黑暗？你身处光明就有黑暗，感觉很微妙，是吧？一切相都是无上正等正觉里边的境界，一切啊，三界六道都是，三界六道有三恶道啊，都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，都是成道者的境界，你想保护哪个？留哪个不要哪个，你想取舍哪个，你舍一粒微尘都不是啊。我感觉那种情况就是说整个身体都会进入那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嗯，继续吧，你继续修，少吃点东西，但是你也吃的也不算多，我觉得，但是要气脉自己有时候适当的运动让气脉通畅。几年前我吃了一下，吃了没控制，吃了二斤牛肉干以后呢，牛肉干儿，对呀、啊，二斤，差不多，到现在都没消化过，对呀、啊，这胃已经就是这样，吃坏了，就浑浊是有原因的，提不起劲了，就感觉到，一下吃撑了，那个，牛肉肯定是已经排出去了，牛肉不是牛挡在那儿的，是牛肉已经出去了，那个牛肉的气可能一下吃伤了，对，对。瞧瞧脾胃吧，对，你在、就是、你在那，对，瞧瞧脾胃，吃点中药，让找个中医回去瞧瞧脾胃。吃的这些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，就是瞧你这个不难，是找个中医就瞧了。中医有的中医不行、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找过，不要小瞧你们那儿的中医。Thank you.